我们继续学习这个 JHapps 的，看看 JHapps 的如何使用这个 React 与 Redux。这个 React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Redux 呢是帮助这个，就是 React 进行状态管理的这个一个库。它说是就 React 开发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辅助的库啊。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本地的那个持续化。关于这个，我们可以如果是就是创建的时候选择了这个 React 的话，那可以在这个 find source main 的 web app 下找到 JHapps 的前段代码，该代码与这个Portrait VTech 的这个 React 实际上密切相关，就是它是遵循这个标准的。如果你用的应用程序结构文件名 TypeScript 的约定有疑问，可以约定就是阅读这个指南。还是不错的。这个就是开发就跟前面用 Angular 的时候也有 Angular 的这个开发指南，它都是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这个框架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定的这个开发。然后 Web APP 下面的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是有 config。就是配置文件，主要是 Redux 的 Store 的，还有一些 Middleware 的这个配置，然后 Entity 都有这个 Entity 这个目录，还有一些模块的目录。这模块的目录里面是一些通用的模块，就是实现这个 Account 呀、Administrator 这个，然后 Home Login 这样的几个基础的画面，就是实现用户认证管理的画面。然后静态网页，它这个就直接放在根目录下了，APP 点。SCSS，你如果习惯写这个 SCSS 的话，就写在这个 APP 点 SCSS 里面。一样的是用 Webpack 去打包。然后这个 APP 点 TSX，这也是 TypeScript 的这个代码。然后 index 点 TypeScript 的代码 routes。然后这个这是都是一些标准的写法。然后 S8N 这是翻译文件的这个路径。然后静态文件，刚才我们前面叫 content。这里就直接叫 static，这跟这个，Angular 有点不一样。然后 swag 的话，如果你用了，这里就 swag 的这个管理页面。然后其实跟前面 Angular 一样，也是有示例式这个网页找不到的时候 favorite 这些，还包含这些 manifest robot 这样的一些共同的文件。然后同样的，我们用实体创建一个实体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实体下面会创建，对这个实体进行管理的一组页面，和相关的这个操作就是，比如它的这个 detail 就是就可能前面的 model 然后删除的时候弹出的框，然后这些，这个 main component 还有这样的一些 index，然后同时也在这个 S8N 下。生成了就是需要翻译这个文件，然后 Redux 呢是就是它叫应用程序状态管理的 JavaScript 的库，它与 React 一起使用呢来管理这个 React 之间的状态。什么叫状态管理呢？其实就是说存储这个应用程序的状态，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存储管理，要访问是存储呢，并且因此更新。更新这个状态组件，唯一的方法是调动描述请求更新的这个 action reducer 将定义如何响应这些操作来更新状态。我们可以看它这个示例，就是在这个就是 Redux 怎么去使用这个 Redux。比如说这个 action types，定一个 action type，然后定一个这个叫 reduce，你响应这些操作来更新状态，就是我们定义了这个初始化状态，就是先要做一些基础的定义啊，基础的定义，这个每一个动作就是它有一个 URL，在点这个 URL 的时候，初始该怎么去做，初始该怎么去做，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根据状态这个类型，该如何去
就是去响应这个，就是做相应的操作，做相应的操作。然后这里叫 switch action type，action type 就是这里定了一个，就 action type 定义的这个 fetch，就是去取这个，取这个实体的这个内容。然后这里如果是这个是 fetch 这个 force 的话，然后你怎么去操作呢？然后就这个把这个取得的内容加载到这个状态这个里边，这里面代码写起来看起来比较那个抽象啊，就是你去取完的这个东西放这个状态里，这个初始化的话就是把这个就是 state 它这个 state 这个变量，不是 state 的变量，初始化的时候呢就是把这实体的这个 force 设成空。就是从其他的这个状态分别复制了，然后你去调过去的话，它就这个去更新刚才这个 force 那个实体的本地保存实体的内容，然后失败的话，清理 apps，然后就是update failure 是 true，update failure 设置这个状态。然后 success 的话，就 update success 是 true，就是 loading，正常的话，它就是 request 的话，就是 loading 是 true，没有出错的话。但是这个它去把值设到哪去了呢？我们看，就是这个 state 里面，在那个 React 里面，它是通过就是页面之间那个值的共享是通过 state 这个。东西来取的啊。为了访问你的商店，你更新当前应用程序的状态，你，如前面需要说，如前所说，将操作分派到商店，动作是 JavaScript 的对象，必须具有描述动作执行所需要的 type。通常它也需要有传递程序数据对应的这个 payload 的。假设我们这个 force 是一个。访问商店的操作，就是去 get 一些信息啊，get 商店的信息，然后这个他这里去调，因为这个 React 访问这个 REST API 它有两种啊，一个是 React Query，一个是 AXLS，然后去访问这个，就是访问这个链接，这是后台服务啊。标准的后台服务的这个链接，去访问它，然后使用这个 AXLS 去访问，然后取到了这个值，那就是进到后面这个响应的这个，就前面这个响应的这个动作里面，把这个值放到 state 里面去了，然后设置这个，并且设置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值设置了其他这个。update success update failure 和这个 loading 这几个状态。然后最后，你看最后这个成功的时候呢，返回的这个数据里面是包含这个 action，这个把这个 action payload 的 data 附到这个 force 里面。前面都只是更新了这个，并没有把这个我们前面定的这个 force，并没有对它进行复制，只有成功的时候才对它进行复制。然后我们看到健全的话跟，就是 React 路由器使用来组织应用程序的不同部分，当需要涉及到身份认证的时候呢，将生成的 private root 组件。该组件将阻止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访问路由。这个什么叫 private root 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它会在这个 private root 这个文件里面去定义这个路径 component，就是
就如果是需要 login 的话，那就是导到这个 login 的画面，需要这个导到根目的话，导到根目了。然后 for 如果是要到这个 count 的话，导到这个 count 页面。如果如你所言，未经身份认证的用户可以访问这个 login，跟目录 login 和 count，然后去登录，就是请注意 private 路由是使用这个 authentication 点 user authorize 来存储值，来了解用户是否已经通过身份认证。通知系统，Jeff 使用这个 React Toastify 为通知系统提供警告。默认的情况下，当创建、更新、删除实体时，Jeff 都会显示成功通知，提供警告通知。就说这个一样的，就是说，它这个都可以做这个通知啊，从后台往前台就发送通知。然后，这个 React Jeffs 的库，提供应用程序和图，它也处理 S8。这个其实，我们用跟这个跟这个Angular Jeffs 的库是一样的，就是它是有这个库支撑，所以我们才可以在 用 Jeffs 的命令可以创建这些实体啊，进行管理啊这些东西。下面我们看使用这个，前段使用 Vue 的情况下，就是这个 Angular、React、Vue 是这个三大前端嘛，所以这个 JS 它都是支持的，都是支持的。然后如果我们选择这个 Vue 这个 JS 的话，它这个，这个代码项目结构也是在 source 命令的这个 Web APP 下面。为 Web APP 下面写，因为这个你先大致讲一讲，后续大家可以具体看到这个定的这个代码，这个例子啊。然后 Vue 呢，它也是用这个 TypeScript 的，也是用 TypeScript 去写一些。所以说，这个 TypeScript 的话是这种可以讲就是可以写面向对象的 JavaScript，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它就是编译以后就变成这个 JavaScript，最终被这个网页上使用。然后就它甄选的标准呢是 Vue Class Component 这样的样式准则，就是每一个就相当于它的框架，就是对于这种前端它对应的框架，因为每一种前端的话，其实除了基本框架以外，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进一步去加强的框架，约定，这样式或者准则，对吧？对于 Vue 的路由，我们遵循双引号命名约定，以便 URL 干净而且一致。当你生成的实体是可以有约定生成路径，这跟前面都一样的 URL 和 REST API 单定的 URL，并且实体名也会自动复述，你就是去，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去取这个实体的硬软的时候，它会，就是就给加上那个，加上 S，在这个路径上就会加上 S，然后 APP 这个路径下面这个东西，跟这个传统的，跟这个 React 或者是两个还是有些区别，它有 core 目录，前面是没有的，或者 main 目录，然后 entity 目录大家都一样，都有公开的。那多语言写在 local 这个目录下面，然后有 root，有这个 shared app 点 component 点 cs app 点 vue，这个是，所以说这个，反正有的在 vue 代写 vue 的代码的时候，它不用 TypeScript，对吧？这里这个 Jeffs 的就是。对这个都是使用这个标使用 TypeScript 来写相关的这个JavaScript 的代码，这里其他都一样的。
它都一样，现在都一样，跟那个，我们那个，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实体生成器，如果你跟这个前面的 React 也是一样，你生成了一个新的实体的话，会在这个实体下面生成对应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component 呀，然后 layer，然后是符号啊这样的。然后呢，同样的也在这个 Node 或者 S8N 这个里面生成了对应的这个接口文件，去对它进行这个多语言的这个标注。然后使用 Vue 的话，我们前面讲React 使用 Redux 进行这个状态存储管理。这个 Vue 呢，当然也有各种方式，这里使用的是 Vue XStore 进行存储管理。进行管理存储的这个应用状态，它这个请参考这个 Vue.ex 的文档，实现这个用户认证的语言翻译啊、通知警告啊这样的健全，因为每个都有这样的，这健全是 root 里面哪些是可以访问，哪些不可以访问，它这个是写的这个 root 的这个里面的定义的 root 里面的，这个 root 里面的话可以定义它使用的这个权限。可以控制这个，未经验证的用户只能访问 public，然后经过验证的用户可以访问这个 private，否则的话你就能迁到这前面几个这个 public 页面里面去，登录啊，或者是进行身份验证啊，或者注册新用户之类的。然后检测系统呢，就一般的前端后台的系统，在前端后台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校验。就是你输入一个，某一像这个定了一个实体，它的某个字段，它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必须的这些东西？行，我们那个，先讲这样一些内容。好，我们继续学习这个。或者这个前端的这个关于主题的设定，那个一个是它可以使用 BootSwitch 那个主题，然后使用完成这个 BootStrip 的这个主题设置。大家知道这个，选择这个 BootSwitch 提供众多的主题之一。这个 BootStrip 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主题啊。那个 BootSwitch 是设置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啊。首先是制定这个 BootStrip 四，就是在这个基本定制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要修改它主题以后啊，就得首先就得运行这个 npm start 和 yarn start 里边这个就是说你修改的这个里面其实不光是主题，所谓的这个。NTP 也好，它这个页面上能立马反映出来。然后主题的话，这个就是在 Web APP 下面 Content 下面的这个 Global 的 CSS。这个如果你这里面有两类文件，一个是 CSS，一个是 SCSS。用 BootStrip 呢是用这个 SACSS 写的，所以你更新的应该是下面这个文件，需要重写这个文件。然后呢，BootStrip 这个功能比较强大啊，就是做界面的功能比较强大，大家可以这个参考它的官方主题，就是有很多就是说 BootStrip 内的这个主题啊，就 BootSwitch 是 BootStrip 中的一种。然后这个 SCSS 呢，你看它这个里边，就是说你可以引用用 import 来引用这个 BootStrip 里面的这个题，首先是基于这个去做。确保导入不导入这个
主的 SAS 文件或者最终生成重复的 CSS，这可能会导致问题，因此需要更改默认的 Bootstrap 设置。请在这个就是这个 content SCSS 里面的 Bootstrap 这个变量中添加和更改属性的值。Bootstrap 呢定义的值可以在这个里面。true 就这个 variable class 这里面覆盖，就它就提醒我们，你想修改这个 Bootstrap 的一些设置，就要去修改的这个文件在什么地方，在这个路径下面。然后我们在开发中使用这个 TLS 和 HTTP2，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TLS 是就是关于这个。安全设置的，安全设置就是支持这个 HTTPS 协议，并且在现在浏览器上使用 HTTP2 必须的。出于这个性能的原因，测试应用程序的使用这些协议是很有用的。其实一般的啊，就是在开发阶段的话，我们初始的开发阶段一般都不建议使用这种 TLS 啊，就是这个，速度比较慢，然后什么，然后你等你开发完了，你可以做，把它设上去，然后去做性能测试，做性能测试，然后在 Spring Boot 中使用 TLS 和 HTTP 这个 tool，我们看它是怎么设定的，这个就现在我们就又从这个前端，哎，转到这个后台的这些设定里面去了。这个要支持 HTTPS 吧？首先要生成这个，自签名的证书，提供特定的 TLS 文件配置，然后，这个有两步，有两个，自签名证书呢，为了提供的自签名证书，就是我们可以看啊，自签名。就是在这个用 mapping 进行这个命令，那就可以生成签名的证书。然后配置文档呢，这样的话，你做了这个命令，执行了这个命令，或者用 grid 构建执行这个命令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原来是 HTTP 的这8080弹出来，下次访问就要改成这个 HTTPS 在8080弹出来的访问。因为证书是自签名的，所以会发出一些广告，发出一些警告，然后你需要忽略它，然后一边访问应用程序。在 Angular、React 或者 Vue 中使用 TLS，我们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这是编译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啊。然后我们看 TLS 的这个配置文档，不光是要配置完了以后，你可能才能这个，这个去做这个。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切换的时候，参照 TLS 和这个配置，可以看一眼。提供了这个配置文档。这里没有什么，行，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你一旦在这上面执行的这个上面这个命令，下面的话，我们看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来运行这个前端。前端的话也就切换到这个 HTTPS 了，然后用 npm run start 这个就来代替 npm start TLS 来代替 npm start，需要跟上面这个
设定同步进行，然后运行测试。运行测试，我们这个 GitHubs 里面带了很多关于测试的这个工具啊。如果用 JUnit5 进行测试，或者是用 test context 进行测试，用 JS 进行测试，就是这个就有很多测试种类啊，架构进行测试。另外还可以选的这个性能测试，这个行为驱动的测试，还有这个对这个前端这个页面，就模仿这个用户登录操作这种对前端进行测试，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测试，然后你这个测试你选了以后啊，它是有些测试代码是自动生成的，然后可能有些需要我们手工去修改，修改完了然后相应的命令。完成这个测试，这个验证测试的话，就是跑测试的方法就是 npm test，就是前端进行测试。在后台进行测试的话，就是就 verify 是就是启动后台的这个部分的这些测试的。然后这个标准呢，就是 source test 里面。然后集成测试就比如说 Spring Test Context 的这个框架是完成这个集成测试。测试的时候，上下文如果是要特定的数据库来进行测试，比如说使用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启动内在的这个 H2 的指令，以便使用临时的数据库用于集成测试。无论哪种方式，LinkBase 将自动运行并生成数据库模式。这个是用其他的这个数据库，如果使用芒果数据库的话，该怎么测试？这里都有一些对应的这个，就是测试数据库的设置很难，相当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以后，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用 Maven 构建的时候，是 clean verify，就是先把这个缓存的清掉，然后去测试。grid 同样的命令是 grid test integration test。如果生成的实体使用了校验，这个 GitHubs 可能不根据校验的 grid 生成正确的值，这个过程可能非常复杂。如果使用了这个叫这个叫什么？叫模式匹配，就不可能实现。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无法通过校验，并且测试中使用有些职能需要手动修改。UI 测试，这个 UI 测试有两种，一个是 JTest 的，一个是 Protractor。默认的情况下仅提供 JS 的，建议你同时用两种工具。我们看 JS 的那个测试，这个是就是叫单元测试吧，就是主要是用前端这个对 JavaScript 进行测试。这些测试的模式呢，对于应用程序这个 REST 单元的访问，因此你可能测试 UI 整个不必启动 Java 的后端。这些测试将模拟 REST 的这个访问。就说，我们这个像 JS，它不连后台也是可以进行测试的，使用 npm test 这样运行这样测试。它的这个测试代码的写法，这个叫 spec，就是这个具体的，就是里面这个代码里边写的是，就是 script 什么什么测试什么什么。然后具体的这个看例子代码。可能更深层理解，就是假定你执行什么方法返回什么值，然后，你现在确认你自己写的这个 JavaScript 这个逻辑结构，就是这个基本的原理啊。然后还用这个 Cypress 和这个 Protector，用这个 UI 集成测试，这个
这种测试的种类啊，其实比较复杂。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讲这个相关的这个代码，因为这个单是看这个简单的介绍，可能只了解它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这个到时候你运行 npm run e2e 就可以完成，这些都是自动生成的测试代码，自动生成的测试代码。然后 Arc U 里这种可以进行某些约束和追加时间的架构测试，这个没有是可能也是比较麻烦，没什么用。用 Gathering 做这个性能测试，也需要做一些设定，需要下载一些插件，做一些设定，然后通过这个法器文件或者是泄露文件启动测试。很麻烦。为了应用程序在微服的应用程序，我们需要进行这个 Gathering 的这个就是 Gathering 测试。我们刚才讲的 Gathering 是测性能的，测性能，然后需要把这个request 也好，关呐，这个微服的应用都给跑起来以后，然后开始运行这个 Gathering 的测试。那用 Gathering 测试的话，这个是不同的构件，它的命令也不一样。在这里面，使用 Maven 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些对这个 POM 点 XML 做一些修改，做修改加入这个 Gathering 的这个就是库，Gathering 库，然后这里是。然后使用这个 Gathering test 进行这个测试。Gradle 的同样呢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在这个 Gradle 里面加入这个，要在这个 Gradle 的 build 点 Gradle 里面添加它的这个库，添加它的库，对 Gathering 的这个库，然后用什么样的命令呢？然后他没有讲这个用什么命令，类似于的这个 Gradle 的时候，应该跟这个 Maven 类似的这种命令去做测试。详细的话可以参照它的业务。然后行为驱动开发，这个行为驱动开发，然后代码质量的这个管理啊，行为驱动开发这个是。不是太理解他这个东西啊，没怎么用过。他在测试，也就是我们感觉啊，就是一边写，反正就跟那个驱动测试开发一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你可以一边写，就是每次你修改的代码，你要写测试的这个代码。然后这个代码的质量呢，我们前面讲了有这个。送了 cloud，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跟 JavaScript 的结合，来对我们的代码进行审核。然后这里有送了 cube 的，它简称送，这些可以启动这个，它怎么用呢？就是我们首先得启动这个送达的这个 docker，然后通过这个命令。执行，然后把这个，这理论是把这个代码发送到这个，多核里面，然后让它帮我们 check，这个是启，就是，就这个多核启动以后啊，送了这个多核启动以后，它的提供服务的地址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加入这样的，送了。递送了这样的 host 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他会在编译的时候把代码发给这个服务，帮我们代码进行检查，代码进行检查。然后使用 Gradle 也是一样的，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分析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送到的这个仪表上。查看这个代码审核的情况，找出这个就是代码里面不
不合适的这些原因啊。然后 Jacobo Analysis 中排除文件，我们这个这是一个测这个代码的这个覆盖率的这个文件，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mapping 这个在进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的目标中，我们可以加入这个就是让它提供覆盖率的这个报告，然后需要使用这个东西的话，在 mapping 里面再把这给它定的这个库插件加进去，定的库插件就是需要的库加进去。这个具体的到时候可以参照这个代码，然后 grid 也是一样需要加这个，加完了以后也可以设定的修改，这 grid 送了点 grid，送了点 grid 文件，这个是 mapping 构建的时候，它是在哪里？这就是在 prom 里面嘛。然后跑到 grid 里面，它在送了点 grid 里面，这应该就是 build 点 grid 吧？它这里面，然后就是做一些这个对整个这个代码的分析，分析，然后漏洞检查呀，就是这样的。它是不提供这个默认的依赖检，然后在检查里漏洞，我们可以通过送来的这个网页端口里可以看到，然后也可以对服务器端进行检查。服务器端检查的话，有这个这个 NIST 的国家漏洞数据库。然后怎么使用呢？就是也是在这个 mapping build 的时候，把这个固定的 plugin 加进去，然后在 build 的时候呢，在这个 build 的时候呢，它就使用这个 verify 的时候，就会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检查报告。Gradle 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对应的这个命令。前端检查就是这里。就是它可以查看关于安全审核，就是 npm 包那个就是 package 点 json 里面提供了很多这个任务，有兴趣呢，大家可以看那个任务里面，然后去用 npm 这个命令去执行，然后进行检查，设置持续集成，设置持续集成，我们把这个为什么也是设置持续集成那个，持续集成最有名的工具是 Jenkins，然后最典型的是，我们需要这个就是维护这个就持续集成呢，就是正常的开发过程里面，你每天就团队开发，然后就是编译过了。就是可以进代码提交，然后，就是用这些 CI 工具，像 Jenkins 这些工具，它会自动帮你编译，编译完了以后去做测试，测试完了就是，然后帮你发布啊，根据你的这个设定做这些，反正每天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样为我们的开发这个提供了一些这个，就是怎么讲的一个完全的这种管理，所以它用 Jenkins。Jenkins 当然也有其他的工具，其他的工具比较常用的是 Jenkins，其他的工具有这个 Traverse 啊，对 GitLab 的这个 CI 啊，还有这个GitHub，它其实也有类似的功能。然后就是我们需要，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配置的话，有 Jenkins 的它的指示灵器，可以。CI/CD，然后你可以选哪一种这个，就是你但是先构建，你要选它的话，或者是先有，就是构建类似的这种 CI/CD 的环境，然后可以选这样的一些这个环境，首先选环，它给你生成这个配置文件，生成这个对应的配置文件，然后你拿到对应的配置文件，你就可以去，比如说你用 Jenkins 的话，就启动
就是可以启先可以启动这个 Jenkins 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相应的你可以在 Jenkins 的这个管理画面里面去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项目进行管理，不同的这个就是 CI 的工那管理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具体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具体的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有些这个管理它是有这个松软的通，就是你在这个 Jenkins 或者是用这些工具管的时候吧，它同时可以为你做代码分析，就不光是编译，每次编译的时候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你可以，如果有松软的话，你可以在那个编译指令里面就使用这个松软的命令。让它去对你的代码做切割，生成这个，然后再送到你的管理画面里面，做出对这个，做出这个就是报告，代码质量的报告。这样的话，有多个 image，这个如果这个多个你有在多个 hub 上，你这个一旦一个应用开发好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个多个。复习到这个多 hub 上，就是说，不就是你的这个项目代码是可以给大家共同使用的，然后这种各种测试，发布可以帮你发布到各种这个 cloud 里面，像这个 Hadoop 帮你发布的。关于这个 CI 的话。我们那个后续可能有机会给大家讲更全面的关于 CI，像 Jenkins 啊，像这个Ansible 啊这样的一些系统这个应用。今天我们简单讲到这里。